嗯啊，今天妈妈中午实在是没有时间，所以就食堂里随便给你打了两个菜，你先吃吃啊。今天晚上呢，妈妈回去做几个你爱吃的，好吧？来，吃点。嗯，我不想吃。唐烨。啊，郭庆来了。哎，薇薇，今天感觉好些吗？ 昨天我听你跟唐姨在聊菜肉馄饨，今天我刚好轮休，特意去菜市场，刚好遇见有卖荠菜的，又买了点鲜肉做了几个，让你尝尝。哎呀，郭庆，你居然会剥菜肉馄饨！哎呀，唐姨，我妈是无锡人，你忘了？我小的时候啊，她经常包给我吃，所以我就学会了。哦，谢谢你啊，太有心了。薇薇啊，你这两天老说荠菜荠菜的，今天正好有荠菜馄饨，来，快吃几个啊！ 唐主任，刘院长打电话来，让您去会议室。哦，我知道了。好。唐爷，要不您去忙吧，我来照顾薇薇。行，那就辛苦你了，谢谢啊。没事。来，我自己吃。慢点。 所以，根据德国商法典第74条，这番竞业限制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番话，我有点想挽留你了。但是我也明白你是执意要离开。马虎斯，其实很简单，Shannon不过是想辞职而已。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为我们南方分公司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即便以后是去了华企。 那大家也可以成为同一个行业里的好朋友，不是吗？Sharon，你那么热爱华企，非要来我们威曼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窃取威曼的先进技术，然后给濒临倒闭的华企设计发动机？这是Sharon。 在威曼任职期间，在公司办公室里给竞争对手华企绘制的发动机图纸。如果威曼将 Sharon 告上法庭，我相信威曼一定能赢吧。我设计的直喷发动机没有借鉴威曼发动机的任何技术，而且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就算是上了法庭，我也不怕。Sharon， 我很了解中国文化。根据你们国家的专利法，员工在雇佣期间，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属于职务方面。专利权归单位。 也就是说，你在威曼工作时期设计的直喷发动机，不管有没有借鉴威曼的技术，不管是工作还是业余时间，只要没有约定，都属于威曼。你如果想给华企使用，也可以，那就让华企来跟我谈技术转让的价格。 好吧。 我知道你们需要点时间考虑 ，Nick， 我等着你下次再约我吧。
谢谢。喝口水吧。国庆，麻烦你了。哎，对了，长安已经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你在住院，他想过来看看你。你跟他说，不用了。微微，有些话呢，我一直想跟你说。你对长安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但是天不遂愿。你也不要太伤心。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事，情愿放弃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如果没有，也不能勉强。没想到，国庆，你说的真透彻。微微，我理解你。总有些人很难做到忘记。现在最重要的，你要赶紧恢复健康。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情愿为你的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我现在不想见很多人，就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怎么样，马库斯是不是灰头土脸的跑了？这只能是你干的吧？真不知道你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这一手可真够龌龊的。等一下，这是马库斯刚刚给你的吗？我把这件事忘了。马库斯，照片拍得非常清楚，图纸上明确写着华汽第二代发动机概念草图，这比把潮汕车队拱手让给华汽的行为更加恶劣吧。马库斯，这一次我算是拿到直接证据了吗？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怎么拍的这些照片的。你是偷偷的进了Sharon的办公室吗？这里是五星级酒店，每天都有保洁人员进进出出打扫卫生，想要进入谁的办公室还是很容易的。你就说吧，这回怎么办？这不过是一个直喷发动机的概念草图，我看了一下，技术上比我们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技术上是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但是他拿着威曼的钱却画着华汽的图纸，这就值得一提啊。是值得一提，但不是现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对不起，
当时只是为了取得证据，能够让公司开除你，所以我才进了你的房间，拍了这些照片。现在马克思威胁我，说我绘制的这些图纸属于植物发明，专利权归属于德国威曼。如果华旗想要使用的话，就要来跟他谈技术转让价格。如果不谈，那过几年，如果华旗用这些图纸生产的发动机，威曼就可以起诉我跟华旗。他说的没错，我当时查过法律条文，确实是这样。我以为现在身体还比较弱，说不想见任何人，要不然等几天再说吧。行，忙着吧。哎，回头等会儿。哎，把这个帮我给小军带过去吧。哦，我先走了，谢了。哎，你好，华旗销售公司，我就找你。徐石，杨长安，我就问你一句话：以后你会对沈夏不离不弃，永远照顾好他吗？你这不废话吗？沈夏不是一个会拐弯抹角的人，也不是一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他喜欢单纯。讨厌浮躁。她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因为她的一生都会为了技术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但是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玫瑰跟图纸也很难一起拿，所以以后她一定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吃喝旅行，陪你聊家常。给你无时无刻的浪漫。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时刻照顾你的人，那么我认为你们俩并不合适。我说徐石，你没事吧？先听我把话说完。婚姻不是完美的结局，而是感情生活的开始。我知道你的学习能力并不差，所以你只要愿意努力，愿意上进，能够照顾好对方，能够有家庭的担当，那么我相信你们俩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未来。当然，面对幸福不能松懈，也不能懒惰，不能一味的只是等待跟接受。你是男人，得学会主动。将来你们俩一定会产生矛盾，答应我，爱长安，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多去想，多去看，多去沟通，也多去包容，能做到吗？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明天沈夏一定会告诉你。但是在他告诉你之前，千万不要向他打听任何事情。看在你跟我曾经在华旗并肩作战的友情上，你必须要答应我，否则我会瞧不起你啊。好，我答应你。再见。马克思，我们俩能聊一聊吗？说说你的条件吧。你心里很清楚我想要什么，
其实你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杀人，他不过是你手里的人质罢了。人质啊，有这么严重？好像你说的也对。行吧，我们直接说重点吧。我跟山林一起离开魏满，这么痛快？那看来你说的人质真的很有用。我的条件是，无论任何事情，只要是跟山林有关的，必须一笔勾销，彻底还给他自由。作为交换，我会以健康原因向德国总部提出辞职，所有筹备建厂的事情以及后续的管理权全部都会移交给你。从此之后，你不必再煞费苦心，你想要的一切我全都给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啊，在你走之前跟我补一份有法律效力的竞业协议，而且限制期限变成5年。我可不希望你马上就成为魏满的竞争对手啊。我答应。 OK。进来吧。这是你的辞职信 ，Marcus 已经签字了。这个呢是你之前签的竞业协议，2份，虽然已经无效了，但 Marcus 也都还给你。还有这些，2代发动机图纸的底片，也都一起还给你。Marcus 让你给我的？不，是 Nick 让我交给你的。他人呢？为什么是你交给我？内克说，你可以无牵无挂的离开威曼，回到华气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想不到为什么吗？别去找了。内克特意嘱咐我，等他走了之后再来通知你。现在这个点，他的飞机应该已经起飞了。他去了哪里？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薇薇，好点了吧？苹果还是香蕉？苹果吧，苹果好，苹果平安。长安，恭喜你，也恭喜沈夏。以前看过一句话，想念一个人太久，一定会重逢。没想到，这句话在你们俩身上实现了。薇薇，实在抱歉啊。我知道你这几年的心意。你不用解释什么。前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说过，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出火花。就像你跟沈夏，你说对吧？这些年可以说我是在等你，但是换一个角度，我是在等一个更好的自己。一开始我经常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欣喜，而下一秒又会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沮丧。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绪变化，我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能洒脱地面对你。慢慢的，我觉得我能做到一些了。这些年，谢谢你，是你让我有了成长，是你让我也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不打扰，不纠缠，静静想，默默念，你的安好，我的期盼。薇薇，我希望你今后能遇到一个跟你的心撞击出火花的人，就像国庆烧的那炉钢水一样，钢花四溅，永不停歇。有那么夸张吗？来，吃苹果。慢点啊！啊！爸，我回来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对，再也不走了。哎呀，沈叔，我知道有几件事儿啊，您老放心不下。今儿我和小夏过来，我们一件一件跟您汇报。这第一件事儿啊，小夏回到华气了。而且进了总工办，就坐在您之前的那张设计桌，您心心念念已久的第二代发动机，小夏已经绘制完概念草图了。而且厂子里呢，选了一套方案，组建了攻关小组，已经开始正式的绘制这工程草图了。我向您保证，用不了几年，咱们在发动机上绝对不会再被人卡住脖子了。这第二件事儿，爸，我和长安要结婚了。哎呀，沈叔，前几年我跟小夏去前线送车的时候，管刘团长要了一瓶高粱酒，本来是打算回来孝敬您。哎呀，可是您也没喝上。嗨，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今儿啊，我又特意买了一瓶最好的高粱酒，我再给您斟上。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小夏。爸，我跟长安会好好过日子的。可是爸，这第三件事儿，我们俩回了一趟湖南老家。我妈连院门都没让我俩进，她心里可能……不过爸，您放心啊，一次不行我们就去两次，两次不行我们就去三次，只要以后我跟小夏有时间，我们经常去。爸，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趁着香没灭，
暂给爹磕个头，咱就回家。回头，别让爸担心，咱把美好留给爸。走，走。哎呀，这不早晚是你的人吗？你赶紧猴急猴急的。就是，哎，长安，你说人结婚都中午，你干嘛搁大晚上呀？嗨，他们俩谁也不愿意请假，哎，还说自己是进步青年，所以这婚礼吧，哎，就得新事新办，可不是吗？老同志一个月没请，一切从简。对呀，你可真成。知道了。漂亮。新娘子来了！愣着干嘛？接新娘啊！来来来，来来，二位新人，快快快快来！哎，二位新人，赶紧的，哎，到这儿啊，人齐了啊。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宣布新人的婚礼就正式开始了，鼓掌！好，好，好。进行婚礼的哎，看着，接下来进行婚礼的第一项就是新郎新娘夫妻对拜，春暖花开与你同在，朝朝暮暮共话余生。没事吧？没事，好事哈，这叫碰头彩。鼓掌。好，好，把礼成之后，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项就是新郎新娘交换礼物。那首先呢，哎，等等等，这个等会儿吧。哎，小夏，你先把眼睛闭上，闭上。干啥呀？哎，这新郎玩神秘啊！别睁开眼啊！嗯，这什么呀？茶几有你呢，弄个水果冰棍呢，你你懂什么呀？小夏，我对天发誓啊，从今往后，
咱俩的日子，不管有钱没钱，这水果冰棍管够。这口味，太好了，就是，这才叫过日子呢。听没听着？接下来下一项就是我们新郎比较着急的一项了。那我正式宣布，我们进行婚礼的第三项就是新郎新娘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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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哎呀，这不算数啊！不算数，不算数，不算数。不算数啊！不算数，亲哪算数啊？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想亲哪就亲啊！快点啊！亲一个，亲一个，太热闹不嫌事儿大是不是？亲一个，不是你结婚的时候啊！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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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快点，快点，赶紧的，赶紧的，亲就亲，怕什么怕？亲一个，亲一个，哎，那个啊，没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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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不让他们看？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就不让你们看！哎，我媳妇说就不让你们看。哎，我们就要看，必须看！来来来来，亲一个，亲一个，亲就亲，怕什么？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就亲，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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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心情很美，沐浴在时光的里面。用我发现那一天匆匆的时候，阳光灿灿，心若再见长安。你转身我回头，人群中是否我走吧。妈，爸，不用送了，我自己走。眼睛它却总在凝视我的眼，你温柔的眼睛，我想把它藏在梦里边。你多情的眼睛，是否也在凝视我的眼？你温柔的眼睛，我已把它藏在梦里哪个单位的？找谁呀？你找谁？没有单位，我是个体户。哎！这位女同志，你找谁呀？不管是葛太平、沈夏还是艾长安，只要是你们华记的人，我找谁都行。上，走。同志，现在第二代发动机的整机总布置方案已经通过了评审，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总布置设计师与各系统设计师联合进行总布置设计，方法是以燃烧室布置为核心，来确定气缸盖和配气机构的布置，以活塞、连杆和曲轴的形状、尺寸及其运动轨迹来确定气缸体的布置。看一下，葛太平呢？沈夏，帮我把葛太平找出来，把这孩子抱走。抱歉，我们的会暂停一下。来，帮我抱一下，我胳膊都要断了。
哎呦哎呦哎呦，有水吗？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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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葛太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三天前他抱着孩子来威曼找你，听说你回了华西之后就把孩子塞给我了，说好了半天就来接孩子，结果他根本就没回来。第二天我报警了，警察说他们也没办法，只能让我把孩子送回华西了。怎么会这样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行了，谁都别说了，我就这一句话，谁带来的，就把谁给我抱回去。老哥，你干啥呢嘛？这是咱孙子，你让人家谁抱走呀？你们看，看这个娃这小脸，跟太平笑的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看着也像。哦，爸爸，哦，别哭了。毕业，那位陆小姐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了。他人呢？回西安了。明天一早飞回深圳。老哥，这样，现在啊，不管怎么样，先把孩子照顾好。这个太平啊，我估计可能是遇到点麻烦啊，他处理完他肯定就回来了。哎呀，小霞，那个陆小姐又没有说这个娃叫啥名字，出生日期是几月几号啊？我觉得那个陆小姐可能没有说真话吧。李姨，你的意思是？糟孽啊！不哭啊！不哭不哭啊！来，宝贝儿，吃一口，吃一口。哎，乖。哎，真乖呀！哎，喝水。哎，你说说呀。自己儿子不能弄丢了，觉得太平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别胡说，太平才不会有事儿呢。太平这么一走啊，就再也没跟咱们联系过。他一个人在外边，肯定挺遭罪的。你说这太平何苦呢？这要不走，也跟咱们一块吃火锅呢。外面大雪飘飘，家里边其乐融融，多好。你肉老了，哎，琢磨什么呢？太平是个不服输的人，他选的路就会一条道走到底。太平，太平，怎么认他太太平平了？哎，何静，咱们希望太平太太平平，太太平平，干一个。来，太太平平。哎，子金喝一个。啊，祝太平叔叔太太平平的啊。招聘华汽熟练工，只要是一线生产工人，不管是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哪条生产线上的，我们通通需要。哎，你们农用厂怎么到我们华西来挖人了？你别看我们是民营的小厂，但是我们生意好啊，给钱给的多。你们呀，只要到我们这里来报名，带上你们上个月的工资条，到了我们那里，我保证比上个月立马还要加翻一倍。啊，来，一个月能开多少钱？您先报名，您看一看啊。翻倍啊？翻倍，嗯。真的假的？哎，当然是真的了。怎么样，先来报个名吧。哎，我说你留个联系方式，等我下岗啊，我一定去找你去。哎呀，师傅，我劝你啊，现在就来报名。你们厂这个月都开始停发工资了，下岗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啊。哎，要我说呀，你还是赶紧走吧，别在这影响我们工作秩序啊。我们厂欣欣向荣，不会搞什么下岗。欣欣向荣，您呀就别在这吹牛了。您是华汽的职工，现在华汽是什么状况，你应该很清楚吧？对，前几年啊，前几年你们是做的不错，手上有2亿多的资金，但是啊，
你们去年为了增加产能，开始要扩建你们的新厂区，把2亿多投进去了不说，还另外贷款了2亿。国家现在是收缩银根，贷款一分钱都拿不到，省政府现在也叫停了你扩建的工程，谁都知道你们现在是走到了死路了，你们就等着破产下岗吧。你是谁啊？厂长。谁让你在这儿胡说八道的呀？是我不好，是我不好，竟然让他们在这儿背上台了。砍下来，赶紧回去上班，上班去。别在这儿砍了，你们几个过来，抬走，都抬走。慢点。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们华气这点事儿，行业里谁不知道啊？我还告诉你，今天我在这里招工不犯法。你是厂长怎么了？我还是厂长呢。你这个国营的厂长，说起来挺吓人的，但是你自己问一下，你手里有多少钱呢？